车开了，车开了。行人通过，下车，下车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宝贝！这些气球送给你吧。谢谢。客气。哎，现在大家少用手机，变得热情多了。嗯？哎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也要热心一点。嗯。哎，年轻人，走路看手机是很危险的行为哟。小心变成黑士兵哦。关你们什么事？别跑，赶紧追。哎呀，糟了，前面是马路。小伙子，帮忙拉一下，拉一下婴儿车。小鸡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林总，太谢谢你了。还好不是人人都那么冷漠。不用谢，我是交通志愿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怎么突然变冷了？今天有什么活动吗？怎么大家都戴着面具？小鸡皮怎么哭了？你赶紧去哄哄。不关我什么事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先走了。就你会走，我也会走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别走啊。不哭不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切和我的计划一模一样。是呀是呀，大家果然又重新沉迷手机了。这下不愁人类不变成黑士兵了。就是你们干的好事。哼，这还用辉哥大人亲自动手？这只不过是冷漠机械兽的功劳罢了。冷漠真是个好东西，现实里谁都不理谁，就只能沉迷网络，等着被变成黑士兵了。住手！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走开，走开，别跟着我们，走开！林聪，小鸡皮怎么也在？快保护好他！大家启动超能冰墙，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冰甲武装。首次超能战斗。叶辉，
好险，多亏了你和小鸡皮。面具这么多，防不胜防，我们要找到本体才行。冷漠机械兽的本体到底在哪儿？每个人的冷漠都是我的力量，只要他们依然冷漠，我就永远不会消失。我就是冷漠机械兽。每个面具都是本体。那又怎样？看我一个个收拾你们！哎！面具附在人脸上，不好下手啊！嘿嘿，黑白怪他们也中招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让我来！我们好像有点过分了。好烫！面具没有了。哈哈哈！小皮皮，不要不要！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能量？哇，面具又蒸发了。我明白了，是拥抱的能量，温暖的拥抱可以化解冷漠。原来如此。来，让小爷抱一下。拥抱？别过来，我最讨厌拥抱了。黑白怪，你们先带小鸡皮走，我们对付他。跑得真快啊！伙伴们，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！好嘞！修复拼接起来，我有办法了。
是神兽警士。冷落我啦，冷落我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路人求助看不见，冷脸冷心翻白眼，这可不好。冷漠刺骨寒人心，自己落难无人应，那怎么办呢？热心拥抱你我他，温暖世界像个家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伸手警示。